约11:30，现在都快一点了，真的是很久啊，有点等太久，我的脚都酸了，被蚊子叮到这样。喂，你要做什么？你是小安吗？是小安啊，我们约11:30，现在都一点了，年轻人怎么刚出社会就迟到？这样不行，我的脚都一直等到脚都酸了，还被蚊子咬。虽然你迟到，但是看你这么帅，算了，走，我们去看房子啊，看房子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现在刚找工作，哪里人？台北人啊。现在生活，看鬼拍鬼，生活不简单啊。进来进来。我们走楼梯上去。我这边很多人来问的，下午4点还有一个人要来看。我们这个一面采光啊，百万装潢啊，家具都是新的，三个租客住得很满意，都舍不得走了，就这间啊。那一下，进来看一下什么都有啊，你看床，还有上一个房客用的床垫，用过没有用多久，现在唧唧歪歪的一点，电风扇冷气，它一面采光啊，你看还有这个牙膏，有没有牙膏？三个租客留下来的，还有一点点啊，挤一下就有了，加点用。现在经济不景气啊，窗户好贵，我都租10几年了，这边一定要符合消防法规啊，马上办妥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定是下一个租客要给我租的了。你看多么热门，大家都抢着住，我这间很安全呐、你好，我是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来做消防安全检查。很安全，不用检查，符合消防法规的。你看我这房家具这么新，用10几年这么新，每个住过的房客都很有盛世，保存得很好，打开给你看，里面也是新的。刚做了啊，降息几百，还不要钱啊？你这个交了还可以降几百？你真正起码做消防不简单。依据新北市火灾预防自治条例第5条，自111年7月1日起，本市租任住宅未设置火灾自动警报设备者，需设置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未依规定设置者，将处以6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。这住你进这方面，你简直刁难公家，老实老百姓。现在可以到网络大卖场或消防器材公司购买，像这个套房的厨房、卧室都需要安装。另外，记得选购贴有内政部登录机构个别认合格标示，比较有保障哦。这是下市场。这是限期改善通知书啦。我下次还会再来一趟，如果你还没改善，我就会依法开罚了。这给你。那做10几年啊，手机都红红。今天的胜败是小安与全新北市租客的胜利。